代表马英九总统前往大陆北京出席 APEC 领袖会议的前副总统萧万长今天下午搭机返抵台湾，总统府秘书长杨敬天夫妇也在国宾门的空桥门口接机。萧万长下机之后面对记者询问对会谈成果是否满意时并没有回答，只微笑表示14号会举行正式记者会对外说明出席 APEC 的成果。